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2月12日，霍启刚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一组拜年照，引起网友热议。照片里，霍启刚站在花丛前，举着一条对联，对着镜头给大家拜年，祝愿大家财源广进，牛运亨通，新的一年赶走所有不开心。最后还和郭晶晶合体出镜，两人各自拿着一张福字，对着镜头甜蜜微笑。郭晶晶罕见打扮，化了清淡妆容，并穿了一套喜庆的旗袍款红外套，让人感觉十分亲切美丽。其实早在一天前，霍启刚还晒了一组一家五口出行的视频。视频里，霍启刚和老婆郭晶晶带着三个孩子一同前往花市采购，霍启刚环抱着儿子，郭晶晶背着黑书包，单手抱小女儿，另一只手贴在二女儿肩上。因为特殊原因戴着口罩，但仍然无法掩盖一家人的幸福感。尤其是郭晶晶的眼睛笑起来像月牙一样，旁人一看也觉得被感染。三个兄妹感情也非常好，哥哥还会温柔耐心地牵着两个妹妹走路。霍启刚也给这张图片配文：有爱的哥哥，有爱的生活。除了买花，他们还采购代表财运喜气的年桔。霍启刚还特意配上了望眼欲穿的可爱动画，一家人真的是趣味十足，羡煞旁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霍启刚一家五口同框很少见，一般都是大儿子曝光较多，小女儿很少出现，或许是考虑到年龄还小，自控力还不够。更令人点赞的是，此次出行，霍启刚一家也没有带保姆或者保镖，全部都是亲力亲为，真的是十分接地气了。谈起霍启刚、郭晶晶一家，大家最大的印象应该就是没架子、勤俭节约，这也确实不假。霍启刚作为霍氏集团的豪门阔少，财力无容置疑。之前他们夫妇参加一对真人秀时，就曾曝光豪宅价格超2亿。房子价格他们决定不了，但装修是一切从简，朴实无华的电视柜、老旧沙发，没有水晶灯，也没有豪华物品，基本上跟普通人家差不多。两人不顾费用，亲自去超市买米买面，有时还赶着买打折面包。郭晶晶不穿名牌，不追求珠宝，给孩子买的多数也是路边摊的百元内服饰。为了让孩子从小养成节约勤俭的习惯，两人还特意带着儿子去村庄体验插秧劳作的活动，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去教育孩子珍惜粮食。曾经有记者问霍启刚最喜欢晶晶姐哪一点，霍启刚不假思索地回答：朴实。如今两个人结婚5年多，儿女双全，一家四口幸福过日子的模样，确实让人看到了豪门生活另一种新鲜的打开方式。希望夫妇俩一直恩爱如初，孩子们健康长大，给大家带来更多感动和正能量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